会选了，哇，太会选了，谁选的呀？没有，我们俩一起选的。要不我先说好不好？行。应该在这里稍微坐下，静坐下，稍微养精蓄锐一下。年纪大的人那么长时间，你看我那些90后的，不会有这种感觉。没有，像我们这种00后的，都是那种很会分配自己的时间的一代。特别好，就是特别感动，也通过他说的，我觉得更了解了他。妹妹，我是他哥哥。你怎么不姓武？我也是你妹妹。你是我姐姐。哥哥我也渴了。你有水啊？我喝过的，我是超级喜欢倩倩。倩倩像是那一种一步一步在进步的人，然后他敢于尝试，这个我觉得已经是无价了。交给我心。